出来的没有奖励，可以举手。好啦，又没钱大家。我的第二首歌是台东的在地乐团，他叫原味酝酿。就是这几天六月份有人会去兰屿玩吗？会哈，六月六号原味酝酿在兰屿的狼岛村有演出，有兴趣可以去看，他的音乐真的很好听。这首歌叫做《山还在》。
搜寻那个《山海》在听原版的，真的很好听。然后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原味酝酿。最后一首歌是节奏比较快一点的，然后我们有请铁花村的女神拉万小姐。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旁边的伴奏的钢琴老师，他叫杰热，他是杰热哥，我铁花村的音乐总监。然后，现在要帮我伴奏的是铁花陈绮贞，然后他很强，他从那个歌手，然后现在变乐手，真的是超屌的。没有啦，就是又能唱又能弹，这是蛮屌的。我怎么变周杰伦，真的蛮屌。下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是，大家有听过《那我懂你意思了吗》这个乐团，独立乐团有吗？有。这首歌我很喜欢，然后虽然今天不是出北，可是我今天要把那个味道唱出来。这首歌叫做《所以我停下来》。七七八八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我就一直想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奇。